开冰柜。今天我们来做个什么冰呢？哎呀妈呀，我们来翻一翻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做它吧，就看见它在这儿了，拿出来看，这俩冻得七百八半的，都冻成霜了，都装在袋子里，给它一分为二。哎嘿，欧可来开始我的表演。哎呀，看看这棉棉的，我去了，这太像样了吧！哎呀，我得先尝两口啊。一碎成这样，我就忍不住了，必须得造他两口，太绵了。无敌了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对这个绵绵我跟你说，真的是真的是难以自拔。感觉太香了，拿出我的绞肉机，今天做一个绞肉机的冰，把冰倒里，小六码一下，扣上。开始我的表演。脚油雪花碎的了。哎，先来几口啊，我先尝一尝。好吃。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啊，打开冰柜，今天来做个什么冰呢？看这个冰要挖的，哎呀，今天就来它了，看这霜上的多么有艺术感，我去，太好看了，这颜色今天就安排它了，装在袋子里，开始我的操作，一分为二，欧可，开始我的表演，小块放进去，完事儿，哎呀，看这小颜色，哎呦妈呀，这小颜色绝绝子了，我先尝尝啊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太酸了，太酸了，口感还是很好的，但是就是酸。
这洛神花的花茶也太酸了。嚼不动了，干嚼不化了。不行，太酸了。绵绵的口感挺好，就是酸，牙受不了酸呢。散会吧。今天来吃个绞肉机的雪花酥，这个绞肉机大宝们啊，两个盆两副刀，完了之后机体都是三个档位的啊，打那个绵绵饼、泡沫饼，完了之后还可以和面呐、绞馅啊、绞肉啊、绞菜馅啥都可以的啊，你要打贼细贼细就三档，嗯，相当于你是花一个价钱买两个绞肉机，大宝们啊，非常非常划算，而且这个绞肉机都是三升的啊，三升的两个盆两副刀，就给你们挂在下方链接了啊，开吃了。